好，那接下来弹唱的啊，我们来补充一个所谓的右手切音。好，右手切音呢、啊，你可以利用这一块肉，在我们弹下去的时候做一个同时贴弦的动作。好，也就是弹下来的时候，好，产生这种声音。那有的人会使用大拇指这一块或者这一块，事实上能够做到一样的效果都可以。好，也就是说你在弹的时候，本来是这样子。下去的时候，贴弦，贴弦，贴弦，好，产生一个恰恰恰的声音。好，那最简单的就是以半拍来说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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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可以，我可以在第三下的时候做一个这个，好，就变一二三四一。同学可以来练习看看，那老师以一首《唰啦啦》哦来做这一种歌，哦加了右手切音的感觉啊，会很有节奏感，哦，那这个乐器本身的和弦那个弦数比较少，哦所以在节奏感上面加强，就会更能表现出这一首乐器的感觉。好，好，那要给四拍，买哈勾唰啦啦啦啦就下来了哈，哦，好，买。哈勾唰啦啦啦啦。